明年我们这个2021哦，在台北办的国际游的年会哦，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援。福伦社对整个我们台湾的这种社会公益事业非常的帮忙啊。那今年的10月1号哦，福伦社要举办这个万人广读公益路跑活动哦，所以我们要邀请市民共同的响应。那最重要的，我们要预祝2021年的国际福伦哦世界年会哦，在台北的成功。这个世界年会事隔27年才能在台湾举办一次。福伦社事实上100多年来一直不断的在做社会的公益，让我们这个社会更美好。那这次活动有鉴于毒品对社会的危害，我们身为福伦人，我们觉得有必要提醒我们国人重视反毒的重要性。这是其实在跑步最棒的过程，其实就是你可以借由跑步，然后一次又一次的你可以去认识自己，一次一次又认识自己的极限。所以很期待在11月1号的台格兰大道，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跑步挥汗，而且去享受台北市的热情。3、2、1，请启动！2021国际福伦世界年会万人反毒。